百会穴出自针灸夹经，是督脉的穴位。百，数量词，多之意，会，交会也。百会名意指手足三阳经及督脉的阳气在此交会。由于本穴处在人之头顶，在人的最高处，因此人体各经上传的阳气都交汇于此，喻指百脉交汇的意思，故名百会穴。百会穴主治头痛、中风、高血压、低血压、眩晕失眠、焦躁等疾病。除此之外，百会穴对于醒脑开窍、凝神定志也有着很好的功效。中医将脑称为元神之府，头部也是经常出现各种问题的地方，所以但凡是头脑部的疾病，如外感风寒引发头疼、头晕或劳累过度、休息不好引起的头脑昏沉、健忘、神志不清等病症，都可以通过百会穴来解决。而通过刺激百会穴，可以有效地调剂脑部气血，疏通头部经络，恢复大脑功能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说说这醒脑开窍之法，刺激百会穴。百会穴位于人体头顶正中心，在头顶正中线与两耳间连线的交点处，即是百会穴位置。刺激百会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以拇指指腹按在百会穴的位置，逐渐用力深按，保持5到6秒，然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一般每次点按50到60下，每日2到3次。按揉的方法也可以刺激百会穴。大拇指指腹按压在百会穴，以穴位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量，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旋转按揉，每次按揉30到50圈左右，每天2到3次。还可以采用叩击法刺激百会穴。手握成空心拳，对准百会穴位置，用匀速间歇性手法进行轻轻叩击，注意力度保持适当，每次可叩击100下或3分钟，每日2到3次。以上操作方法均可单独使用或搭配使用。总之，百会穴除了有醒脑开窍、凝神定志的功效外，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健穴和长寿穴。平时您不妨多对百会穴进行刺激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一定会让您身康体健、益寿延年。